一、财经类专业主要包括经济学、市场营销、会计、金融、国际贸易、统计、财税、统计、审计、保险、投资、货币银行等。二、中文类专业主要包括汉语言文学、对外汉语、汉语言文学教育、秘书学、公共关系与文秘、文秘与办公自动化、中文应用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汉语国际教育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。三、法律类专业主要包括刑法学、民法学、行政法学、经济法学、国际法学、知识产权法学和宪法学等。法学、法律、法学理论、诉讼法学、环境资源保护法等。四、计算机类专业主要包括计算机应用技术、科学防卫、数字媒体技术、网络工程、信息安全、网络系统管理、软件技术、图形图像制作、动漫设计与制作、计算机软件、计算机系统结构、自动化、软件工程、通信工程、信息工程等。五、管理学专业主要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类、工商管理类、农业经济管理类、公共管理类、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、物流管理与工程类、工业工程类、服务业管理类等八大类专业。